魔幻大物蜂拥而至，北海狂魔即刻暴走。他丢一样。狂飙升温的重鱼节奏，前打奥义的最终传说。3D 台湾台29频道，周日晚上10点，宝岛鱼很大，就请跟着爱台客的脚步，勇闯北部沿海，探索未知领域，展开一场曲折离奇、让人闻风丧胆的北海风云传。